们缠胶带的时候可以左手拿着铁丝的部分，然后右手直接把胶带放在最上面的位置，稍微扶住它，然后我们就先绕两圈，然后慢慢绕下来。你可以用左手去转玫瑰，然后右手就是把胶带拉好就可以了。然后到下面可以稍微有一点斜斜的，让我们整个包起来不会变得太粗。